就是它会把坑变成小坑，它会切坑。那切坑其实参加黑客松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因为一天的时间很短，然后大家回去之后能够花在这个专案上的时间还有精神也很短，所以怎么样切坑，然后让经过这个坑的人度过的时候又很准把它推下去，这个就是如何让社群可以活络的一个很基本的功能。那切坑像今天他就切了一个可能一天就可以完成的，那如果回去大家再切坑推给回家的人，那可能就是你要设定可能一个小时内他吃完饭哄小孩睡觉前可以做的事情的话，有点想着用小孩的话，就是这个是切坑，就是让专案可以前进的一个方法。我已经快没话说了，但你好，萨利嘎嘎马布隆吉阿美与蒙典嘎咪，大家好，我们是阿美与蒙典。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今天早上比较忙，所以我们就是只有下午才做一个短讲。那我们一样就是继续的在做我们蒙典的除错问题。那现在目前最大的工作就是我们必须要做中文关键字的检索。那就是很感谢小谢，因为他先把所有的那个阿美语跟那个中文的解释先爬抓出来。那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大家帮忙的是帮我们找对应的汉字，然后是三个字以内，因为字数有点多，所以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帮忙来做我们的那个关键字。那做完之后，我们会再跟就是蔡中海老师去讨论说这些关键字到底有没有那么的贴切，然后这样的做法是可以让我们之后在使用阿美语蒙典的时候呢，在找字的时候会更精准。像很好玩啊，就举一个例子，像那个阿藏那个第三个就是甘芦苇助燃柴火。那如果在之前没有中文关键字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字，因为前面有个红色音。那个小谢也很厉害，他就是把那个红色音的问题也解决掉了。对，然后今天还有一件事情也是非常感谢那个 Moss， 因为他我们的那个潘世光神父的阿美语法语的部分呢，他请他的太太帮我们先把那个法语的部分先翻译成中文，然后再来去对照我们之后的那个阿美语词汇是不是会有问题。因为潘神父是法国人，他有一个问题是他有时候听阿美语的时候呢会把那个意思搞错，就像那个把奈可能是稻米，但他可能把我写成小麦的，所以这部分呢就很谢谢 Moss， 他之后会来帮我们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先翻译成中文，之后我们再来对照阿美语。那就是其实很感谢就是居林 B 啦，因为我们这个阿美语蒙典也走到了三年的境界，然后也越来越好。那我们现在最大的那个希望是希望可以没有使用过阿美语蒙典的人，然后拿起你们的手机，然后呢下载这个 app， 然后先试看看好不好用。因为我们希望是可以让就是不知道阿美语的人在使用阿美语蒙典的时候可以就是很方便很迅速的可以做就是阿美语的使用，然后有问题的时候呢也可以回馈给我们。那大概就是这样，谢谢。好。